绵阳是24，沈阳是32，这一个羊合了50多斤，全是错一斤错8块，五包是错400。那店里再用4、5只羊，就要错7000块钱。肯定的嘛，你如果卖好200斤肉，这哈就错，一斤错400，二斤错800，错1000块钱。哦，那如果用绵羊，就能省很多成本了，是吧？肯定的嘛。那你这店里从来不用绵羊？不用不用，绵羊汤不好喝。一斤生肉能出多少熟肉？4两多。一斤才出4两。这有骨头，有点顽串子，上一层。搁这猫完以后得等多长时间才能吃呀？这一般都12个小时。煮12个小时？先煮3个小时嘛，然后把火一捂，到明早5点多开门。焖一晚上？焖一晚上。为啥要焖？不大小火煮吗？你焖个肉，肉烂吃香的，你不焖肉烂不了，汤都不好喝。现在咱乡里就是能烧煤哦。不介绍，不让烧。但是煤火煮出来的东西就是好吃。嗯，只要你刚刚火候外，我不磨刀就让人吃，糟蹋人，我都吃不成了。打的脏器羊毛这些啥也打就出来了，以前都没玩过，我都吃了20多年了，前以前都不玩，抽钱他做的事外啊。这是羊肋骨啊，有点影响，到啥时候无疑那人多，人能做上。谁也了没了，你也了人还多。把这基本上达到那3鲜，一点墨鲜，二点肉鲜，再汤鲜，不用刀。这是多少钱的肉？25。就是正常价位那个。对。这加过一份最多的能加多钱？加过就是4份，100。100块钱的肉吃起来应该特别爽。这个是味精，味精泼成水的，它搁碗里好化嘛，它不是那真真搁碗起码化不了。咱这个是调料嘛，调料里面不是你铺成的，光有化，这里面调料多，你看它炒过了辣椒。大香、小香、丁香，这是10几种调料这样。哦。啊，吃的是的香精。我看还最主要的还是那个花椒嘛，是吧？啊，花椒、小香，这这边看，花椒、小香都有。还有生姜。啊，啥都有这样。这调料多，10几种的这样。这吃的不是你闻到外头吃的，光是那种麻味儿，它这吃的口感是香的。这汤里边为啥这么多羊油嘛？羊肥嘛，羊肥弄个熬个汤好喝，汤香。你弄熟羊火是柴鸡挂鸡口感不好，最多加过6万到7万，就是我手里精力喝的7万汤。好，一个人喝的？对。能喝下去？能吗？那他加7万汤你会不会赔钱啊？哎呀，那赔啥，那有人还好像喝1万。我现在两口我只能吃完这个，现在都有甜汤。等甜汤的？你是这附近人还是哪？我是附近人。他屋这味道咋样？好，我经常在那吃。经常来了啊，这他屋这价格咋样？合适。这老板心计善，就是吃饭，一个残疾或者你没有带钱，就可以给你走人。啊，残疾人免费吃，没带钱的也让吃。啊，正常人说你吃饭忘了没有带钱，可以走。这还要放里边冒一下哦。哦，冒一下了，我2斤。凉，以前不吃东西了，这是从外地专门赶回来吃的。这羊肉好，你是这儿人还是哪人？本地人。本地人啊，在外边上班的。啊，在外边上班。大家好，我是老白。老白今天来到咱们的渭南市的固市镇啊，来吃这个老张家的水盆羊肉。他家的水盆羊肉一绝，不是在渭。不但在他们的渭南市是一绝，在我们的蒲城县也是一绝，所以说我们开车开了1个小时跑这来吃。你看这个肉啊，它在汤里泡的是这种丝状的感觉，并不是一块一块肉的感觉，它是这种已经煮得不能再软的那种肉的那种丝状的感觉。别人吃羊肉泡馍都先喝一口汤，我吃羊肉泡馍先泡一点饼。
他家这个肉啊炖得特别烂乎，这个肉放到汤里的时候，那个肉丝丝就在那个汤里面飘着，感觉入口即化，真的是不是说瘦而不柴了，只是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了。这现在卖是25块钱一份，带俩饼二两肉，我觉得这相当划算了，因为在我们蒲城县都是25、30起步，都没有二两肉。而且这个店家啊来说啊，这个肉如果煮得越烂的话，就是对店家越不友好，因为这个肉煮得越烂，那个分量就折得越多。他们家就在一个小镇上，现在每天要卖3到5头羊，你想一想，都不是那种小羊崽子，是那种大羊。嫂子，他们家这个羊肉泡馍已经传了3辈到2辈了，从老一辈就开始干，所以他这个张家啊，在这边是特别有名声的一家，不但味道好吃，还是历史比较悠久的一家。就这个大哥在他家干了20多年，马上30年了，我感觉他都成老板来了。